下面一题请出题注音题来喽。是是日日爱，是是一直重复哈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歌名啊，就歌名了。哦，歌名，而且这个人最近要回来了啊，要回来，要回来了。嗯，哎呦 ，I want it back。啊，哎 ，Elva is back。哦，哎，这个提示很重要哦。提示很重要。Is back， 有答案吗 ？Elva is back。哦，知道吗 ？Elva， 这提示蛮明显的了，来。但是 Elva is back， 有答案了。好，有了，有了。三，哎，二，一，请亮答案。有答案。没问题，没。呀，闪闪惹人爱，闪闪惹人爱。一起来演唱《闪闪惹人爱》。分数慢慢区隔出来喽，加油！只有三位能够晋级哦。下面一题，出题。爱不会就此结束，就此分手，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，会不会难以割舍？好，老师一定会，一定会的嘛，对不对？起前那个年代不能对不起那个年纪，对，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，只是我给你太多，给你太多，心甘情愿犯下的错。一二三，亮答。爱那么痛，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到底是爱还是痛？爱没有，没有，空白没有。正确答案是爱那么重，爱那么重。一起来演唱这一首，来包小博老师一起演唱，来哦。爱那么重。我小时候的歌哎，真的哦，对呀，这个歌唱也差不多二十几年了，好快，可能 maybe 快，所以小时候也是咬字问题，所以他听成痛哦，也有舌头，咬字这么重要，对，然后他们痛都痛，都变痛，咬字很重要。